为什么艾虚凡女士要雇佣海盗攻击戴琳之门？她只是想测试新武器，还是有其他阴谋？ 保持航向。有麻烦了吗？准备起锚。有事要报告吗？ 保持火药干燥。普劳德摩尔的精兵任你差遣。情况如何？为了托尔特拉斯，传闻是真的，戴琳之门沦陷了。 海盗舰队以压倒性的火力攻击大门，海盗现在普劳德摩尔家族居然连击退海盗都办不到了！你好大胆！凯瑟琳·普劳德摩尔一辈子都在为库尔提拉斯尽心尽力，但这样还不够。我已经跟挚友普利希拉讨论过了，我觉得对库尔提拉斯最好的做法。 就是辞去海军总帅的职务。我会扛起这重责大任，希望我能有所作为，不负众望。从我们都失去丈夫的时候开始，艾旭凡女士就一直是我的重要支柱。现在她会成为王国的支柱，从今天起，她就是叛徒。原来。 你一直都在谋划这一天，可耻！小女孩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普利希拉·艾虚凡女士，我现在以走私、勾结海盗、背叛库尔提拉斯海军府等等罪名逮捕你。我们手上有证据，摧毁戴琳之门所使用的武器就是你们公司制造的。 那是叫艾泽莱金岩的东西，联盟跟部落已经为了他交战不休了。你雇佣了海盗舰队，给他们大量装备，然后派海盗舰队攻击自己人。普利希拉，我刚刚差一点，你怎么可以背叛王国？你怎么可以背叛我？凯瑟琳，你不配治理这个地方，你们家族。 代代都很软弱，你就跟普劳德摩尔的失败传统一起去死吧！有什么事吗？我还有职责在身，保持航向。 很高兴能认识你。鼠辈！啊！
西拉骑马逃走了，快请我们的战机追他。你的小花招毫无意义，这座城市是我的。快让路，一群江湖脑袋！新鲜的卷心菜。结束了，你没地方跑了。傲慢的小鬼，事情还没结束。等等，可恶！你们三个带队下去搜查，一定要抓住他。英雄，我们回去找凯瑟琳吧。一起努力，就一定能让库尔提拉斯团结起来。就是你，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，有话快说。库尔提拉斯风雨无惧。海军总帅，我们还是先送你回要塞吧，我们可以在要塞一起查看艾须凡家族的犯罪证据。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泰利亚。泰利亚，也对，你小时候从大海另一头来到这里，原来已经这么久了。泰利亚，看你长成这么英勇的人，你父亲一定会以你为荣。正在进行。祝你安好，潮汐从来不等。先生，女士，你们都好啊，靠近一点，不要嘀嘀咕咕。不是所有海洋。
跟咕噜魔的朋友有很多生意做。再会啦，咕噜魔的朋友。联盟帮了我们很多，为此我保持着永恒的感激。命运在对我们微笑，面对强大的联盟，敌人只会。你是联盟里数一数二的英雄，我们想要打赢这场仗，你就是关键。部落想跟赞达拉联手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称心如意。暴风城感激，我会派人全力支援你。第七军团是联盟最强的士兵，他们全都听命于高阶指挥官海福德隆霍。很荣幸能跟你共事。有时候你可能会需要低调行事，马迪亚斯肖尔大师和军情七处的特务会协助你。幸会。我还有些事情必须先回暴风城，不过我很期待看到你的成果，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仗，祝你们好运。陛下一路顺风。无人国王愿圣光与您同在。好，勇士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的特务已经准备好要执行重要任务了。